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枫叶红了，西雅图，这是在华盛顿州，这面有个红叶的墙，非常的强大，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。你看这个就像火凤凰一样，凤凰的头，凤凰展翅，尾巴，金凤凰，红凤凰，然后这像个鳄鱼的嘴巴，尖尖的长，或者是后面，这是有点像心形的，心的图案，这种多漂亮，滋滋漫漫，滋滋叶叶，看看这个上面西服的漂亮啊，美啊，停留一下。然后我们看这边，突然就非常的亮，非常亮的亮光。看看，欣赏一下西雅图的枫叶，枫叶红了，西雅图多么好的阳光啊，阳光灿烂，昨天是下雨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所以看这个树多么漂亮的树啊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和我一起环游世界，走遍美国。这上面有海鸥，海鸥在这上面栖息，在这上面进行观察，做各种观察的动作。这个树真是漂亮啊，这么漂亮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呢？上面还有水珠呢。这左边稀疏一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，看来是兵站呢，就是募兵，美国是募兵制，就是需要招募的话，大家都是劝募制。不像那个义务兵役制，Carry Center， 这是 Carry Center， Carry Center， 这是。看看美国这个募兵啊，有着潜艇啊，有这个那位，by the sea US Army， 这是陆军，这是重型的机枪，US Army，take you， 这是女兵啊，然后这有训练 ，Can you make the car？ 所以他这个兵站也要在这边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大家，拜拜。